本官可是走得异常辛苦。下官也曾派人备下了接风酒宴，派人去水旱码头迎接大人呢。不必打岔，这一趟就让本官知道了平日里百姓们行路是多么的辛苦啊！是下官失职，深感自责。你哪儿失职啊？是没接到我呀，还是路太差呀？这个，这是官道。我问你，平时为什么不维护修缮呢？年年也都顾夫修补维护，只是上面派下来的那点官银实在只是杯水车薪，修了也跟没修一样。那你想过没有请地方参与帮忙啊？只要是钱粮补贴到位，民夫不是问题。只是说本县的富户们吝啬守财，无心公益啊。修桥筑路，造福一方，这原本是富人应该热心参与的公益。哦，一个个都守财是吧？行啊，青天县，我呢倒是有个筹款的方法，不过就是有点麻烦，需要你全力配合。下官听命。刘伯温大人省亲还乡，途经九都岭，屡见异兆，顺观风水，多处有聚财奇宝埋藏，特告本县如有发掘者，钱财尽数归己，奇宝可成本县，以祥瑞上报朝廷，另有赏赐啊。哎呦，什么就是林财吧。刘伯温，难道是南田的刘伯温吗？不是他是谁啊？他要是说九都岭有财有宝，那准没错。那是人称刘诸葛，刘神仙呢。就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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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小哥怎么回事啊？发财了，高兴啊。发财不像啊。咱是来献宝的。包袱里有什么东西啊？让大家见识一下。就是啊，对对对，什么宝贝。罢了罢了，给你们看了也不懂。嘿，哎，怎么着？有什么？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对呀，瞧我干什么？光一会儿还要瞧我宝贝不成？不成啊！进来放了放。何事喧哗？见过大老爷，小明前来献宝。是何宝贝啊？哪里得到的？九都岭上挖的。哦，打开来看看。如果要是假冒伪劣，定要赏你一顿板子。哪能啊！快打开看看。后面倒有戳记，是大宋年间之物。不是说钱财归己吗？本县说过要你的了吗？你个小家巧不开眼。只是这个，小民一开始也怕是烂鱼头充数。什么烂鱼头充数？那叫烂鱼充数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小民特地拿去南田，让那刘伯温刘大人瞧过。哦，刘大人说什么？刘大人说，这可是两件奇宝呢。这算什么奇宝？白给我，我都嫌烂嫌脏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什么宝？刘大人说，是奇宝。啊，刘大人说，昔日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，这就是孔老夫子当年做过的席片。这倒没有说错。又说，此碗乃商纣王时宫廷内脏。何以见得？小民也看不出什么稀奇来啊。可是刘大人说，此碗乃宫廷时肉林酒池之宴所用，如今已是绝无仅有的孤品，殊可薄矣。真是宝贝啊真的假的？真是刘大人说的？这等高深的学问，小明哪能编得出来。好，拿上你的东西跟本县入衙造册登记。是不是官家还有重赏？如何赏赐，本县也是听命于上方。
能不能赏个七品？小民也想混个县太爷当当。你大老爷等等我。真的吵，停场去了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他怎么走了呀？他不会是要去九都岭吧？哎呦，赶紧回去准备东西，爸爸去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准备东西，走走走走走，回家。哎，你们快来看呐、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快快快快快！你挖到什么宝贝啊？挖到了啊！是席子，破席子，破席子！哎呀，这块可能是鲁哀公做过的。孔子那块已经让刘伯温鉴定过了。是啊，这块不是孔子的，那说不定就是鲁哀公的。哎呀，别管是谁的，这下你可发财了！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发财了，你说这哎，你说这成何体统啊，成何体统啊，这农人们不种田都跑到山上去挖宝去了，你说这到时候收不上粮食来，我等拿什么交税呀、啊、哎，是全都乱套了，我那些故宫也是如此啊。哎，可不是嘛，你们可以花钱再雇啊。哎呀，要是能雇着人，我等还会来找太爷您吗？哎，要是明年收不到赋税，太爷怕是您的位子也坐不稳吧。嗯，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诸位有什么好对策吗？我等来钱也商议过，这虽说是件好事，但是也不能乱来呀。乱来那可是条官道啊。是啊，官道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挖我挖到处是坑，又怎么能行车走人呢？是啊、嗯、是啊，这话说的也对，本来那道就路况不佳，晴天尘土，雨天泥沼，本县几次想修可都受限于哎，太爷不就是银子吗？是啊，没钱难办事儿啊。哎，太爷，我等来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哦，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快说说看，本县这几日都快为这事儿愁死了。这没规矩啊，它是不成方圆的。对，有了规矩钱不是问题。哎，我等经过商议，这点子嘛它就落在修路上。嗯，这话怎么说啊？由县里发文修路，修路的费用由本县的乡绅们筹措。对对对，也就是说由我们出钱雇工买料修这条路。嗯，诸位能如此热心公益，造福乡子，本县也是由衷的感佩，这里先谢了。不该的。